虽然成日有人话演唱会最精彩嘅一定系尾场，但阿 J 嘅个人演唱会系场场都咁精彩啊！寻晚第三场演出，佢就邀请到重量级嘉宾 Yoga 林宥嘉，偶像特登飞嚟香港，病住都坚持嚟撑场。J 果然系人生胜利组啊 ！Yoga 咁唔话得，就算要杀港普 ，J 都要喺台上公开讲翻声多谢啊！高中开始，我就听你的歌唱。直到现在，你的音乐就是影响了我很多很多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觉得今天呢，跟你一起站在那个台上，一起站在这个台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想要跟你说说话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在看 J 的，比如说他的这些一些海报。或者是他的一些单曲一些 poster， 我都觉得一定很多人也都知道你是一个很 unique 很特别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常看到你的这些东西都觉得很有特色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觉得 you are precious， 每一个人都是 precious， 每个人都很宝贝。然后原来，如果我们看到那个人给过我的话咧，我忘了我点解佢肯给，原来系一个好好嘅嘢。我会在这个想法里面找到很多的勇气。其实我今天要送你的礼物就是勇气。谢谢你。除咗多谢偶像，可以喺追梦路上行到呢一步。阿张冇忘记当初一班陪佢夹 band 出 show 嘅中学同学，多谢佢哋嗰阵仲忍唔住喊添啊！咁当然亦唔少得 Miwa 其他兄弟啦，睇下寻晚嚟捧场嘅 Anson Lau、Eden、Jeremy 同 Stanley， 为咗俾 Joe 揾到自己几落力啊！唉，见到你哋，见到你，多谢多谢，Miwa。啲爱真系满到写啦，不过系咁温馨嘅时刻。被蚊針到隻眼腫咗嘅 Eden， 居然趁機投訴 Stanley 欺騙自己感情，冇帶白花油俾佢，笑爆嘴啊！兄弟嘅支持，阿 J 睇到，扭扭粉落足心機搞嘅應援，佢一樣收到曬。今日阿 J 就喺 IG 度 post 出打卡片，開心到哼埋歌仔添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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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，咁快嚟咗嘅，哦，哇，好正喎呢个森林喎，好似入咗个 jungle 咁喎。呜呼呼，自己打卡啦。哟，呢个是云，影埋装过先。得得，睇下先，星球啦，星球啦，佢识着灯噶啦，但系而家未着。跟住之后咧，呢个系最靓嘅，我觉得，因为系。是一个宇宙，有扭扭粉呢啲精神食粮，今晚尾场一定 good show 啦！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1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